说快递马上就要承运了，咱们要抓住快递即将承运的小尾巴。明天中午11点，一定要锁定小仙女的直播间，我将会为大家带来一场严格筛选、高品质的坚果盛宴。咱们家的开心果，每一颗都是经过人工严格筛选，自然开口，本色原香，淡黄色的健康色，拒绝人工漂白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，小火慢炒，香醇可口。咱们家的杏仁色泽均匀，自然橙黄色，无油炸，冷却挑选，均匀饱满，非常非常健康好吃哦。咱们家的大松子精选大颗粒，开口绿高，果仁白净，清香松脆，没有任何香精香料，不添加色素，纯植物蛋白，好吃又有营养。接下来就是具有当果之王称号的夏威夷果了，饱满圆润，采用超过14个小时的低温烘焙技术，保留夏威夷果的奶香，肉质细腻，入口爽滑，让您吃到的每一颗都奶香味十足哦。当当，这个就是最近非常火爆的网红大奶枣了。咱们家的奶枣一共是分为3层哦，第一层是品牌地址奶粉，好吃也不用担心长肉肉了。第二层采用的是新疆若羌灰枣，中间去核加的是巴旦木哦，每一颗都富含多种营养，一天一颗大奶枣，浑身充满正能量。有了大奶枣怎么能少得了咱们家非常好吃的酸奶巴旦木呢？咱们家的酸奶巴旦木，外面一层是浓厚的酸奶，入口香醇，酸酸甜甜的，中间加的是巴旦木，原色原香，各大饱满，醇香酥脆，绝对是追剧的必备。还有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云南大核桃，没有任何色素、香精、防腐剂，果仁精粹，香而不涩，没有经过漂白，咱们吃的就是一个健康。宝宝们，明天中午11点一定要锁定小仙女的直播间哦！一年唯一一场坚果福利，想吃坚果的宝宝们，想要囤年货的宝宝们，一定要锁定小仙女的直播间，11点不见不散，叫上你们的亲朋好友，让我们一起实现坚果自由吧！